各位街坊，我是民建聯曾玉成、蔡素玉、鍾樹根、張國軍，過往一直支持民建聯的朋友。香港島東選區一號梁希，而家選情十分嚴峻，而家我哋全線告急，希望大家禮拜日一定要出嚟投票，投一號梁希。民建聯可唔可以守住港島東嘅一席，維持我哋嘅服務？全靠大家走出嚟，靠你嘅一票，喺19號投一號梁希。多謝大家。